点，然后我就能好睡一觉。然后祝你天天开心，然后不开心也要开心。祝你人间幸福，同学生生日快乐。你是 ？Hello， 七七你好。首先祝哥哥七七十七岁生日快乐。关注是在人间幸福时期刷到的时候就觉得七七长得好可爱。十七岁，祝黄轩琪小朋友万事顺利，幸福来吧。以后可以能过生日，越来越多，期待他就是画面的海报的一天。Hello， 七七你好。首先祝哥哥七七十七岁生日快乐。关注你是在人间幸福时期刷到的时候就觉得七七长得好可爱。十七岁，我旁边。因为你没有做吃的，因为你都没吃的，都没吃的。马上要准备我的吃的吧，就当看看我会演。这不是吃的吗？你还不开心？现在在座的各位除了你都是替补。你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人，我跟你说，他一直都一直在。因为什么是替补？因为我本来邀请的就六六嘛，然后还有。还有就是大小乔，还有吴博涵，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就可能来不了，然后我就换成了他们。换成了？今天不是说换成，我本来要邀请所有人的，我本来打算再摆一个圆桌，然后北方摆圆桌。你是不是说我们有五星的？那个什么牛排呀？是了，我意思是说，他是五星，所以我给他准备五星。没有。张仁杰女士，等一下，这边不太好看，有点变态。这样，好的。哎，其实是好看的，我觉得你非常美丽。对，我其实倒也没有什么想问你的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七七生日嘛，因为所以听说了你给七七助演了很多节目嘛，就最近跟他排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？他这，哎呦，你是耍大牌吗？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他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一起的节目，然后也支持他这个人。应该别出错吧，希望别给他找麻烦。还好吧，我昨天跟你一起，你不要站在那边，这边挺好的，你站在这边是你美丽的地方。主要是最近感觉状态还好。笑笑，我以为你要说什么。哦，变好。我能说什么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最近状态变好了，所以说我很相信你。谢谢你相信我。多说点。谢谢你相信我。嗯。你可以向大家预告一下你跨年的节目吗？就是优衣库啊之类的，就是小小的预告。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，真的。就。要呀，姐姐。那我们有什么话说？哦，好的，跟大家最后说个再见吧。再见。好。
气死我了，再见。我们来看一下哪里有幸运观众是化着妆的，看一下大家在干什么。黄轩琪，黄轩琪，黄轩琪，你为什么要离开？那我拍谁？张姐，快来跟我自拍！自拍一下，对于金自拍自问自答。刚采访了。真的，老婆，你可以自问自答。你少管我，郭小鱼。挺好的，就是我刚刚那个录的视频时候可能有点抖，没关系，我听最后两个视频是很慢的，到时候你辛苦调一下姐姐，我们姐姐非常的辛苦，还要帮我调那个模式格式，对，但是第一次当记者很开心，下次还可以好，反正我也没说话，这个记者我是一个狗仔就是偷拍，对，专门是为了偷拍，我正大光明的拍，哦，你正大光明的拍，就是因为上周的那个让你没有理你，反思一下，反思一下，对不起，因为你上周很着急的彩排服装日，我就我懂为什么，因为我爱好工作，服装出了问题。那你看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，我今天画过相关的造型，你要加一个你姐姐的，好像是我自己的生日一样，我对待黄轩琪的生日就像是我自己的生日公演一样，我一定会尽力亲自的亲力亲为的，嗯，开心吗？开心呀，我们还有带小乔过来了，我们都很开心。我还有两首歌，对。